Hello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今天呢是1月1号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获得绿枪啊这个方法。你可以看到我双动步枪有个很漂亮的颜色，绿色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呢，我们来到枪店啊，勾选无护套，就是不要带任何的护套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枪托，把每一种木纹都买一遍啊，基本木纹、子木纹还有宽木纹。接下来我们选择第一款啊，基本木纹，然后再选择第二款子木纹，然后再选择第三款宽木纹。然后停留在宽木纹这里一段时间，然后再返回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一款这里选择赏金猎人一款，再选回无一款，然后再返回。这个时候呢，桌子上是没有任何一把枪的。然后呢，你再切换成啊双动步枪，再把它拿出来，再一款，再选择无一款，然后再返回，彻底返回。然后呢，再把双动步枪给拿出来，然后再一款啊无一款，这么反反复复操作几次，然后就可以卡成功，就像现在这样。然后呢，它就变成绿色的啦。这就是绿色枪皮获得的途径啊，大家可以回头去试一下，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颜色。好的，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，获取最新的荒野大镖客二线上更多的攻略资讯啊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。